好，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我们五供到此圆满。那么今天呢，非常欢迎大家到山上来走村啊，欢迎大家来山顶行村啊，踏青啊，也参加这个护国习斋系列法会。那么我们印光祖师讲啊，这个护国习斋根本的方法在于念佛啊，系念啊，就系念阿弥陀佛。所以在文钞里面给我们讲啊，要消灾习灾啊，第一个就是办教育啊，传统文化的教育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啊，这个儒释道啊，三个根啊，这个教育。再来就是吃素念佛啊，这个是习灾的根本啊。一切灾难都是从我们众生的不善心行制造出来的。那么如果能够这个学习传统文化断恶修善吃素念佛地球上所有人类都能够这么修，这个地球就不会有灾难。那如果有少数人修也会减轻灾难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国际上呼吁全球人类都要这个响应英国汤恩比教授讲的这个21世纪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么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才能恢复安定正常世界也才会有和平如果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那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灾难就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做三十系念系念西方极乐世界，系念阿弥陀佛，把这个系念功德回向给这个世界的一切众生这个业障消除，福慧增长。那么人业障消了，智慧增长了，他就想通了他就知道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现在不学习就是有业障障碍住所以我们要多多跟他们回向所以根本消灾在教育。那么做法会先治标再治本，标本兼治这是习灾之道。那么这次也有远从新加坡来新加坡来到我们双溪这个山上我们连一间小庙也没有有人说有一间小庙，我说我连一间小庙就没有。现在大家看到这两栋是农舍，不是庙庙还在申请所以小庙也没有谈不上小庙人家还有小庙我们前面后面都是山，没有庙大家看到都是山，都是树我们跟草木树神作伴来做三十系列。那么还有大陆同修各地同修，海内外同修上海也有同修来因为我没有还有广东这个海内外同修大家能够到我们这个山上不嫌弃我们这个没有庙非常感谢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常来共修。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双溪前溪区长胡区长胡区也来参加我们这个系念那么胡区长在这里当区长也对我们道场非常照顾后来呢他这个调到莺歌当区长，现在又调到永和当区长那么我们现在请胡区长来跟大家讲几句话，祝福祝福大家掌声有请。今天跟大家祝福一下，以前这里是你的管区嘛？悟道法师还有在座的各位法师以及在座的各位
好，好，在座的各位大德们啊，大家新年好，新年快乐哈。那今年是戊戌年的狗年哦，那狗年是旺年，这边祝福大家哈，狗年旺旺，旺来福来，那六十吉祥，一切平安。这个很高兴呢，我在今天能够来参加哈这个师父的这场法会。我告因为我在双溪服务的时候跟这个灵岩山双溪小组哈结缘，然后这一路上哈师父慈悲都一直在护持着我，所以我从双溪到莺歌到永和哈，然后也真正感受到哈这个学佛哈的快乐。好，然后呢我也很高兴我的工作，然后也让我自己呢知道是说，因为学了佛让我知道我能做为民服务的工作是非常快乐的哈。那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阿弥陀佛。感谢胡区长为我们祝福啊。那我们现在是用午斋时间啊，请大家这个方便啊，因为我们现在呢还没有餐厅啊，所以都是野餐啊，都野餐，餐厅很小啦，就是人多啊就坐不下啊，所以野餐也好啦啊，随缘就好啊。那么大家来了都是不嫌弃我们这个地方啊，那么有一些设施啊不是很方便，请大家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啊，多多见谅。那么我们也不太会接待啊，常常会有失礼的地方啊，也请大家多多原谅啊。那将来啊，如果有申请批准了 啊，那么盖的餐厅会大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啊，野餐也不错了啊，这个吸收外面的空气啊，你在餐厅里面啊，接触不到外面的空气啊，所以我说对于一个平常心，有没有批准都好啊，批准我们就盖起来啊，大家呢在一个比较舒适的啊这个餐厅啊，那么佛堂啊，大家可以一起来使用啊。那如果没有批准呢，也没关系，那我们就这样嘛啊。我们想一想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屋顶嘛。如果想到释迦牟尼佛他就在树下，连个屋顶也没有，我们就很满意了啊，我们就应该知足了啊。好，祝大家用餐愉快，我们下午1:30第一次训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